我感动是甲东华大学一路走来，我们看到你们的成长。谢谢我们的校长们哈，还有非常多的老师们，你们在学校培育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孩子现在都站在这个岗位上面，非常的努力，对于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历史的传承。那么第二个我要谢谢的是这个国教署圆明会。 你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本来是华硕基金会在举办的一个这样的活动，把它终于回归到正途来了。那么在第十届以前呢，我要非常谢谢的是傅玉老师，他今天没有来到，也谢谢乐凯，你们前面办的非常的辛苦哈，要去筹募款项。那么我相信在未来这样子的活动不再会让你再去跟外界来募款。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我们的圆明会跟国教署你们要承担的责任。那么未来呢，我们也希望第十一届之后呢，我们自己回归到自己的原住民的孩子、原住民的学校，或者是未来的一些活动，都让我们自己来举办。这个主体性、这个自主性，是必须要回来的。另外呢，今天是这个科展，能不能借着在场的老师还有孩子们？ 因为评审最辛苦，我曾经到过评审的会场，看到他们怎么样跟孩子互动，也看到他们怎么样在审所有来的这些学校报名的，所以我们也给我们的评审委员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乐凯老师也是，我们的陈方宇老师也是。好，最后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办得长长久久，所以呢，我们也预祝。 圆明会里面也承办了知识体系，未来的5年能够办得非常的好，让原住民传统的知识真正变成全世界一道美丽的彩虹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努力。